先請你食個蘋果，四季平安，好結果。大家咁話 ，OK OK， 拜拜，多謝。就已經喺度玩咗18个月嘅啦。我哋嗰個業主咧，咁佢亦都係燒臘鋪老闆，佢知道我做傻事咧，佢又陪埋我癲埋一齊咯。因為我之前咧就係以粥為主，因為我個大排檔係賣粥嘅，亦都係知道老人家唔適宜食咁多粥嘅。啊，不如試下狗仔粉啦咁。啊！傳統嘅狗仔粉是我唔識做嘅，咁我就用一個變通，我用一個上海麵啊咁樣，即係冇話特定嘅材料嘅，即係自己家常食啲乜嘢啊，啊冬菇蝦米啊、瘦肉啊、魚肉啊咁樣，等於當煮俾屋企食咁咯。老闆業主啊贊助下，即係大家開心下咁樣。有時燒鵝雞啊、叉燒啊咁樣，咁啊都係講起5年前嘅事㗎啦。我第一個孫就出世嗰日，2016年2月26日上晝5点，氣温5度，地址係紅磡寶麒麗街天光墟隔離嗰條街。我同我同事咧就喺嗰度嘅第一次，用嗰啲新鮮嘅鯪魚肉啊、蝦肉啊、豬肉啊、芫茜、葱、香芹，咁啊6样嘢，咁啊6福臨門啦。就將佢搞成肉丸咁樣，快靚正咯，不落啲粥嗰度一滾起咁就啊1个钟头派200份早餐，逐力搞掂。多謝你。尤其是落雨，我仲更加有興趣去做呢樣嘢咯。我哋諗一諗下背後嘅意思咯。俗語所謂有頭髮，邊度想做辣呢？為生活而掙扎，咁我俾少少嘅鼓勵嘅啫，係一碗粥。咁我又主要係清潔工、天光墟的士司機，剛才嗰啲出面嘅女人，檢討一下、回望一下啦。咁其實都有少少後悔，後悔做得太遲咯，可能上咗癮，即係唔做過唔舒服咯。嗰啲婆婆啲消息好靈通嘅，我只係話俾一個知，佢哋知道噶。喂，我聽日12点嚟呢度，咁嗰啲醜啊咁樣咧，其實咧佢哋。都珍而重之噶，啊呢啲咧系我自己练字嘅，抄嗰个增广贤文嗰啲啦。啊呢、這个东哥咧就系、是、喺我过去嘅日子咧就同我并肩咗35年，要做呢个服务咧就已经超过10年啦。咁我背后嘅男人就系东哥啦。嗱，因为暂时咧呢、這个铺仔咧嗱，我哋系未正式营业，亦都唔想正式营业。我想做咧系。服務買餸錢啊，東哥嘅買餸錢夠咧就 OK 啦，因為有個 fans 美國唔知咩大學嗰啲乜乜乜教授啦，咁臨上飛機都坐的士嚟揾我，恭喜我租咗呢個小舞台，慶叔，希望你好好享受你個小舞台啦，咁就憑呢句説話，都已經加咗我無比嘅信心啦，冇咁揮灑，因為始終係有個壓力咯，咁現場氣氛你睇得到啊。我又當show嚟咁做啊嘛，好唔好玩啊？